小姐，这么晚了还在为党国操劳。嗯，哪有的话，看他们这样。嗯，好。你这拿来什么呀？啊，司令刚才给了我一瓶上等的好酒，艾兰蒂，特来与莉莉小姐共饮一杯。正好我想喝酒。是吗？啊，来。我这有烟，你抽吗？啊，我不行，现在抽不了，戒了。来吧，莉莉小姐，那咱们为了党国，为了早日击败共军，干一杯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真是好酒啊。
部位，部位，全都是共脑。我怎么可能是共脑？我只是出于好奇。我，丽丽小姐，别冲动，完全都是误会。我只是出于好奇，我，你别激动，丽丽小姐。算了吧，康山，不，应该称之为闪电。不，我绝对不是我，一直为党国尽心尽力，我，你要相信我，丽丽小姐，我。我把鞋穿上。好车了。你要敢耍滑，我一枪崩了你。喂，司令，你也不陪人家玩，就今天晚上答应我看电影了。你不能总陪丽丽小姐，你也要陪我呀。你要是今天再放我鸽子，我去找迪特吧远了，都找我好几回了，我都没答应他。你多陪陪人家嘛，你多陪陪我。我不去找他，你来陪我，行不行？人家想你呢，你答应我陪我了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好，我乖，我最乖了。好了。伟哥下午要飞来沈阳督战，哼，算了吧，就算伟哥亲自飞过来也扭转不了败局。国军现在一溃千里，现在就算他飞过来也没有用啊。哎呀，还是想想黄金怎么运到台湾去。黄金什么黄金，你净瞎说。康参谋不是给了你两条小黄鱼吗？什么小黄鱼儿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给了我三条。哎呀！他怎么给你三条啊？哎呀！干什么呢？我抓了一个共党，跟我去审讯。